哦，所以你做了这三根柱子是为了分担重力是吧？还能起到支撑主题建筑的作用。方法倒是挺好的，就是不太美观。如果把这个柱子变成某种造型呢，既能起到支撑和分担重力的作用，还不会显得那么突兀。既然要做造型，我们可以做对称型。船帆，你们俩要不要这么有默契啊？怎么吃醋啊？是啊，晚饭我已经放在烤箱里了，程序设定好了，只要按一下，20分钟以后就能吃了。你不和我们一起吃饭了？我答应了夏帝要给他做晚饭。你们和好了？我们就没吵架，不像你们。哦，对了，那个红酒你自己喝就行了，千万别给方志友喝。为什么？这手臂受伤，喝点红酒也没什么。不是那个，反正你别给他喝就行了，后果很严重，记住了。后果严重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应该说是我们想要的吧。我觉得是。那就这么定了。行，那庆祝一下吧，来喝一杯。哎，我还是不喝了吧。怎么了？不敢喝？害怕？怕许一人？不是，我酒量不太好。我知道，没关系啊，这是在家，你喝醉了可以直接在房间睡啊。还是算了吧。哎，我真喝多了不太好。你干了，我随意。你怎么没喝完？我随意了。我是一朵花，怎么抬不起来？我是一朵花，你是不是要给我浇水了，一人？嗯，方志友，你就喝了一杯，别这样，好的。我要浇水了，我要浇。哇，一人，你怎么腿变那么长？个子也长高了。别碰我！一人。不是，你干什么？你起来，方志友，我不是许一人，我不是许一人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特别开心。我不开心。我有你，还有李哲，李哲也原谅我了，我真是太开心了。我要吃草莓。自己吃去吧，自己去。你啊，走走走，你都病了。